孙总早，看状态，昨天晚上睡得不错呀。这该死的失眠症，难道我再也上不了舞台了？我一定要治好我的失眠症。在医学上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？两个清醒的人，在任意的地点发生任意的肢体触碰之后，会立刻同时睡着。文轩，你是打算进军文娱界写奇幻小说啊？既然上天让我三番五次遇见你，那他一定是派你来治好我失眠的。难道我碰到了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儿？你说延续不会真的喜欢他了吧？遇上彤彤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。他像我生命中的一束光一样，他教会了我如何去爱，他也理解我所有想要的东西。我想好好照顾他，弥补他之前受过的所有委屈还有伤害。带上他之后，你就是我宋延续的人了。延续，你们分手吧，除了他你娶谁都行。我不想跟他分开，可是我怕他看见我就会想起以前的事情。你已经失去了一个爱你的人，现在还要亲手放弃另一个爱你的人吗？陆文彤，我输了。你很爱他，他也很爱你。